好，来，我刚刚你们下载的那个素材包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改名称啊。好，在还没编辑之前，你可以把它改名称，改成今天是几号？25号，0425。好，0425，新竹之美。好，资料夹哈。那这资料夹里面就有影片，还有音乐一首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，就是要做影片之前，我们先准备好素材。那之后这个要加片头片尾啊，啊剪接啊，啊加字幕上去啊。好，那这字幕就是这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再建两个这个文字文件，就是那个记事本。好，记事本的这个文件哈。那你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，先新增一个文字文件，就是记事本。好，那名称呢是歌名。好，一个叫歌名，一个叫歌词。歌名，好，再新增一个叫歌词，哎，歌词，歌词，哎。好，建两个记事本的档案，一个是歌名，一个歌词，你按右键新增文字文件就可以了，先新增两个。那待会我们要去网络上抓那个青竹风这个歌的歌词过来贴上去。好，来，现在先新增两个文字。